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李博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糖饺。我们首先把这皮夹子呛下锅，完了以后我们倒入水，把它水慢慢烧开。这个非常简单。我们取掉这个前期我们包好的我们这个饺子馄饨也行。这是冻饺子啊，大家在煮的时候一定要倒点凉水。这样子它就比较那个啥一点啊，这样子完了以后我们下到那个我们这个锅里面。这是我们的下的锅中啊，这个小火慢慢煮，因为这个冻，这是那个冻饺子，大家看要慢慢的煮。我们在这个取一个这个碗，完了以后把这个底部我们放点香菜，这个香菜是我们冻的香菜，完了以后先拿出来以后把汤一浇到上面，这个味道非常好。这里面我们调这个汤汁就放一点白胡椒，放点咸盐，放点香油，调一下就行了。这样子我们这个，这应该咋说呢？应该是，汤饺，就好了。大家看我们这个汤饺就好了，非常简单，清淡，老少皆宜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红月李头，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